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啊，我有改了电机嘛？哦，你有改电机？你手扛会甲你夹无？你是讲有房子啊？但是我唔知啦。是哦。你要起者啊？强助起者啊？我来起者。我两个都是给你今年拢一直夹的嘛。自己自己。你来啥？哇！你无去啊？你都帮助啊？对啊。你讲这新版的，讲听讲旧版的会僵起，啊，跟我莫打拢怕。后壁是电热的，啊，通风口，啊 ，F Sport 是无内装的。其实主要要买是这椅啊，你家己看卖啊。好啦，这边啊。哦，我咧开啊，台包我卡松了吧？唔是这样。啊，伊无啊，伊这个就做的比较。啊，因为我汽车也是唔是汽车版的，你知道？哎，大家喜欢 F Sport 电子悬吊，我就喜欢阿贝卡。啊，有影较袂讲遐软，啊，但是安尼坐吼，因为我这较大高背。我知。我尻川拢是靠你这个电池。你变半拽啊？对哦，啊，等于讲咱新车，我应该也坐不下去。新车前两个月，我算刚刚好塞满了。啊，咱新车前两个月蜜月期，所以很多东西是可以容的。但是佫慢慢的，佮阿幺玉啊，要200万的车咱。坐到卡松，这个啥同款，就甲走同款。家己足水的，恁我都接受。尾啊，个性袂下恁落来。哈哈哈！内行的，先莫讲清清楚，对，就是安尼。要一个环境，这哦，原则上这个这级别就是，甲上关机就查你天窗啊，一个油都去你是油电，啊，因为我无爱油电，我嘛无爱 CVT， 所以跟在打手。基本上该有都要全速域跟车自动刹停。我看到困了，他等你。哇啊！就好啊，奇迹也都等你啊。我阁有套一个迄啰 Basic， 一般 N 叉这车，你若旧车就唔对。我有贴一个三米呢。哦，我看到。前后拢有，所以我这会较切实稳当。你知影？真的。真的。内底就是 Basic。类似刚刚简单讲，我套一点像瓦西啊，伊就倒。哎，对，比较简单的。水就比较 Q 啦。没有，每次看车都很愉快，可是讲到价钱就要问一下。那这个回去会不会拍个片啊？拍个片让我留念一下。可以啊，你有比较小的，一点点的。好了，感谢。好，感谢，谢谢林大哥。对。好，林大哥，你不要看细汉呢。啊，一四月份呢，我一月我都比较多十万。是啊。当冲哎呀，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先直接回去了。耶，今天特地跑来宜兰，来已估这台车。嗯。叫什么车？你知道？雷克萨斯。雷克萨。哈，雷克萨斯，2020年的。最新的。2020年的 N 叉300。还是什么版？哦，哎。F， 哇塞 ，F1 哎，啊没有啦，啊 ，Sport 版的，是吧？你这他有后来有挑选那个卡钳，有没有？卡钳，盖子，盖子，原来只是盖子，黑屋顶自己贴的，啊对，就跟我一样，贴的，特地贴，对吧？一五盖子，还有这个，刚看了一次的，对吧？你看，哎呦，吸门，会吸门，会吸门，真的很会吸。是吧？他夹头会有事吗？车主啊，你有找阮其他人就热情呢。嗯。早我要来看，再去都去洗车洗好。嗯。我打拍开在等等。对，因为今天好天气嘛。你讲我刚又去洗个车回来，对吧？宜兰人怎么这么热情，这么好？对啊，像我洗几天啊，拢无安怎。哇，都很漂亮。回去洗一洗都差不多了。哇，都等等的话。还是湿的，真的呢。哇，一直洗啊，他都好洗，都去加油。伊讲伊都洗洗，啊，想讲啊，加油站都加只油的。啊，即讲有脚踢啊，我去看嘛。那边高点，呜。啊，还要空间够，空间够。这它原本是一个备胎，他把备胎拿起来，他做一个装潢，他可以放东西。哦，那就另外做一个。对，空间这样，空间它坑掉，坑明天，它做一个置物空间了，对吧？哇，好爸爸，专门藏私房钱的地方，私房钱，啊，
台北台民看啦，吼、哦，对啊，台北台民看，在那栋更私房钱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他说他自己改的啦，啊，这个是自己改，对，自己改，也不算自己改的啦，这个好像买车就他有付那、這个，哦，唯一他自己，你看这里，他说那在小公的时候脚踏车去涂的玻璃，就跟鸽子、哦，对，一点点，这个一点点而已，对，结果我发现，还是就给人家扣掉了，还好啦，扣个。多少五万？哇、哦！我就有回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前束玉对吧？哦，前束玉在不？前束玉就是前束玉，从领到都可以都，都可以走，都跟着车走啊，我都可以跟，会帮你刹车。我等下就是这样躺着睡觉，可是手要放这里。嗯，我们 黑人哥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。啊，黑人哥直接放在上面就可以开的。用什么放？用什么放？嗨，我立功。但数学秘密武器，你讲。哦，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配，这好重、哦，配重啊。嗯，因为你它的感应就是手要放在上面。对，其实这个是，你看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。靠重量啊。嗯。重量都像跟我的某个东西重量是一样的。哦，你的东西这么重吗？啊，很沉呢、欸。很沉哦。累积久了哦，早晚的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，好在你们换了招冷千里的黄一杰，哎、欸，180，哈，18075，交就救哎，哎、欸，无嘞，还好啦，2020，就一年啊，像21了嘞，现在才21头啊，这个是，对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你刮水，你看，你看上面，哇，你看上面，两、啊，你看，呜呜呜。看，大家 YouTube 要怎么点？这是羊油，没羊油，是不是呢？要按哦，要按呐、啊，够爽的。嗯，观看内容，观看内容。我看了小狮汽车，我家哇，老高，真的，跟他看都一样。黄金地球线，地球黄金线，地球黄金线。梦想街，嗯，哈，哇，这是爱车人士，这那没那不啊不那个啊，我们不能乱讲啊，对啊，我们就随便讲就好了。梦想街75号，好，等他业配，我们再跟他讲。好了，你估了，直接可以就可以开走了，对吧？哇，买多少钱？现在能发通满呢，200多万。啊，那他为什么要换？你知道？换特斯拉。哦，换是，没关系，换特斯拉都有钱，没关系。哦，对。想哦，加州树叶，嗯，好了，回去了。哦，好，那我直接开了。等一下，坐后车厢啊。啊，没有，你不是开车来？我坐后车厢。没有，那不会那么残忍啊，你要跟着我走啊。哦，不然你要迷路，我昨天给姐姐小点心的回来等啊。好了，好，走喽。啊？对，不要。对啊，你又被认出来。哇，我宰的，可以宰的，哇，隔壁又被认出了，先知道了，先知道，啊，你要介绍一下是什么？没事啊，卖春的，卖春卷，三星葱的，不是啦，这是葱啊，好贵啊，男人的圣品，加了冰冰酒，我先尝。这是你从小吃到大，这个哦，你从小吃到大，哇。不要夹，不夹，不老要。这里边啊，对，20只，20只这个够吗？啊，还有吗？那个虾饼，虾饼，对。哦，对。哎，好夹哎，太美了，好夹好夹，这里都有。龙潭吗？龙潭，宜兰龙潭是。不是桃园的龙潭，哦，不是哈。还有重点是什么？有时候你晚上太晚来，没有休息了。是哦，那4、5点来，那没了，肯定。好多啊，你看后面排好多人。你下面来啊，你别笑这个。哈哈哈哈哈。我都被人用趴，不然怎么在家嘛？以前那在那个前面那边转角处，哎，卖到太红了，排队太多，被赶来自己的家。被赶过啊。对吧？龙潭的春卷粿好吃，我不会讲，你吃了什么感觉？脱夹的，脱夹啊，那个
韭菜真的很多，很新鲜。对啊，也之前我妈盛产的时候都拿来卖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赞。好了，回去了。耶。这边好，这边好。哇！好，有看到哈，这是我们宜兰的龙潭，我家附近的一个春卷，卖春卷跟虾饼。说实在的，真的很好吃。有机会的朋友可以来吃看看。对啊，好，等一下开的我的新的车回去了。耶、水流灯。有时候我回来宜兰想吃，有时候吃不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被买光。那生意真的不错。嗯，对啊，好吃的美食分享给大家。就是在礁溪乡龙潭村呐、啊。哦。对啊。龙潭就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，皮很脆，嗯，哦、啊，菇菜，菇菜国语叫做韭菜，韭菜吃了又赞，嗯，你看，棒棒的，等下太赞了，等下再吃一个好了，虾饼啊，嗯，有没有？哦，是虾饼哦，虾饼啊，这虾子几条？还有啥？这样韩吉签吗？韩吉签，对吧、啊？地瓜，其实这个涂酱啊，嗯，涂酱会更好吃啊，嗯，可是之前应该就很好吃。我看起来好像很好吃耶，对，就炸了。他好像没怎么涨过价。现在这虾饼多少钱？25块啊，20块。啊，他都要黑菇菜，一只20块。哦，很难买。有经过的朋友、乡亲、嗯、啊，我的乡民们都可以来，对吧、啊？这是西虾，小只的。这是西虾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我以为是虾仁，哦，拍摄哦，什么虾仁，对吧？就是啊，哇，好了，不要这样，我要回去台北了，然后回去下一通啊，你看吃，开100多万的车啊，吃虾饼东西，没办法啊，这种传统的最好吃，欸、对不对？好，我要走了，拜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学。今天不是做美食，我是。尼姑片啊，对 对, 對，哎、欸，实在太好，我听不下来了。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不是不是，以前吼，以前拢是阮手咧解安尼啊。我哩才解到，哦，足恐怖的。今阵既然有比赛，我拢去比赛啊。比赛较轻松。因为吼，我买，因为买也是爱愈轻愈好。你真正有算过嘞？这个要往前，为什么速度快，也个凹等啊？所以安尼一过弯，较冲会行。哦，真的啦，我这样子算到有着电，我奖杯嘞。我啥嘞？嘘，等下。好紧嘞！你莫打，跟你打嘞，莫打。看，接着是想着我以前小时候的回忆啊。